京，大家早安，大家好。啊，咱大家先，哎，卡细声。那么，伫热天啊，咧遮尔热，啊，咱是伫算第一届，伫这个教室有冷气通好做，顶礼拜好，今仔热到要昏。那么，都不用特别讲具体伫这个所在，啊，那么今仔有冷气吼，应该大家快点专心来上这个。那咱真紧就要执行，但是咱还要做些工作，还袂准备好。尤其咱有真多心态，吼，恰恰国民党伫咱头脑内底放毒的，恰恰真侪也袂清楚。连我家己嘛了做些，久久啊，有敢讲乌卡会去说出来，吼，有时也嘛是讲大量。但是拢是一般事啊，咧讲，那伫第一点，互我是拢作势，因为咱全国真侪人咧看。那么，伫咱咧进前，咱尽量爱充实咱家己，吼，尤其将来，咱真侪东西拢是做行政人员，那么行政顶起第一线，吼，要来服务咱个台湾个本土大人。那么，你若心态不正，吼，真侪行政措施会遭天。啊，咱莫笑讲，啊，咱要比国民党政府较害，安尼就无使咱一直咧拍的吼。那么，另外，我这个课讲完，后面这个课，啊，这个前台湾市长柯建代，我伊今仔做一个委员。要请伊来演讲，那么咱对外口请这讲师，伊伫考证台吼，伊虽然也是独派，但是伊的专业，吼，伊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专业，包括伊做台湾市长，我来真欣赏，真正是咱本土台湾，为咱台湾来拍拼，啊，虽然伊过去伫美国，伊去美国留学的是刷迄个列入黑名单。啊，这个人，咱来好不容易再邀请伊来演讲，啊，咱来好好来听吼。因为别人的经验，吼，伊五六十当的经验，吼，会点一点点一点点来去讲，让咱了解，吼，讲来听，这是真珍贵。吼，啊，咱，啊，我有听讲顶日期有请另外一个外国人来，啊，咱的学员不对。他无礼貌，安尼较唔好吼。等下听大家吼，莫因为党派感觉阿弟伊独派个观感觉无同，我咱暂时咧看一边。咱是咧听党民政府，伊做另外一员，伊叫我另外来做无好，可以做我另外个代志。而且再讲，伊咧倒个代志，吼，伊叫做迄是咱家己咱党民政府啦，他叫做倒个。那么。今仔我要讲这个行政人员甲秘密表的沟通吼，那么这将来咱是要有日本的来建制，那么内阁制真重要，就是讲内阁的这些行政人员有真多，我今仔在讲中文吼，是由国会参众议院。来选拔一百做行政官员，做代阁，吼，做代事。所以内阁制也在讲府院一家亲呐，吼，因为行政府，啊，那内阁制讲行政府，啊，那总统就是讲总统府，啊，咱将来咱的行政府，他们国会参众议员是爱。府院一家亲，因为真济行政部门都提出来法案，上到国会参众议院去通过，啊，你要做内阁，啊，要选举的是你众议院要过半数，啊，这个总大党上几票，啊，
安尼你靠租借起来租内租这个行政单位，啊，你若万一你选到过半组的席次，那么你可能还要就其他的小党来帮你配合，来过半数来组成联合内阁，啊，所以你内阁制的国家，行政，你讲行政立法一家亲，啊，譬如讲英国，赶快，因百分之八十六的立法的法案是经过内阁提出。他上个月国营的参众议院立马通过，但是参众议院本身脑皮爱小，但是伊百分之十四他提案出来，啊，伊百分之十四一定通过多三十八趴的，啊，头先我讲的八十六趴的内阁所提出来法案，伊通过率百分之九十七。所以说你若府院一家亲要通过法案，还有你若行政部门较了解民间的需要，所以伊所提出的法案，一般参众议院拢会通过。啊，来，咱行政部门若爱了解这个参众议院，因拢在做啥吼？那么因为周先生哦，所以你看那个叫或者包括的那个报啊。那么国会就是咱个公民本来国会嘛，因对应家己的组织有决定权啊，对应的人数啊嘛决定权。这个组织就是讲，你要做各种的委员会，比如交通委员会。环保委员会，还是文教这些委员会，或者教育部的委员会，这拢因会当家己决定啊。啊，因人数后尾请政委吼，啊，是要请一寡秘书啊，一寡行政人员啊，因为人事决定权。再来，议事规则要怎规定啊？因为内部会当规划队制定，就是。安全特殊的委员会，啊，啊，就头拄仔咧讲的讲，会使请警卫，啊，啊，即保全人员，即跟外口的建设，啊，跟外口的这个保安人员，这个系统无同，啊，即伊家己，伊的部位内底，这个警卫人员，啊，啊，伊的财务嘛，咱自己决定，啊，当然伊爱。自己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来收应家己的这个国会费用，有咩营运的都需要资金哈。再来包括议员的管辖权，这个议员，你的租界，哦，嘛是爱国会家己来认定，哦，比如你若犯着什么案、什么案件，要安怎甲惩处，哦，尤其犯着刑事法律案件。那减掉单位未来的具体未来贷款，嘛爱经过国会同意，啊，国会无同意，申请保护伞，伫开会期间，外口的减掉单位拢会使改变，会使甲定当，啊。那么你若有在随身点哈，啊，一定把咱的电脑桌特别掏出来。那么国会伫咧开会。有固定的时间，啊，有会议。伫拄开始第一届选到召开会议的时候，啊，伊就爱来开这个召集会议啊。那么一般会期不继续原则，就是讲，你这个法案伫这个会期若无通过，啊，伫这个任期内底无通过，后一任起来。现在议案的作废，啊，这就是要保障讲将来新的议员先产生的是，因有新的民意、新的方案、新的立法案，要来审查。啊，你若头前遐会议所累积了无通过，要结着审，
安尼就违背上新的民意啊，所以要讲咧，对其不继续原则啊，就是你之前无回应啊，无讲话，就发来，就变成会案啊，依然不再审议的原则啊，啊，这个案件是伊呐，以前捌提案过来，就袂再搁提出来，出来审议。啊，会议总理有一个一寡定期会议吼，即会当讲定期按表操作的会议。啊，若临时有重大个需要吼，都一定要求议长来加开临时会议。啊，若特别发生啥物事件，需要来特别召开会议，或者咱开特别会议。可能各位有些各种的常设委员会，哦，那么日本因有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华人单单，啊，这个内阁委员会，啊，啊对，地方行政委员会、法务委员会、外务委员会、大账与财政委员会。这大当地是日本的用语啊，就是咱咧讲的在前委员会啊，再来文教委员会，啊，这是教育部啊，厚生委员会，啊，这是卫生医疗啊，农林水产委员会、上纲委员会、文书委员会。再来，通行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安全保障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那么，我等下这个要来讲详细的吼。今麦这是个大个委员会，我就讲个吼。再来，环境委员会、污染委员会、发展委员会。是民间委员会，啊，甲惩罚委员会，这个所谓惩罚委员是惩罚内部这些议员啊。再来，各位，我规定吼，法定有效的出席数啊，啊，比如讲一般是爱二分之以上出席委员席，这是一般吼过半数的委员者。啊，即款啊，法案就讲，比如2/2出席，啊，过半数同意通过，吼。第二，啊，全院的会议1/3以上出席委员者，因为就日本的国会，啊，那伊敢若众议院就480席，吼，啊，那么应该是。叫480名，其中一半240个拢出席，可能有困难，所以一般人全院会议都会点较少，啊，1/3出席，就会点内会位，啊。对，那么各位一寡法案、议案要表决，啊，表决这个时代一般使用相对多数。得等待绝对多数。那么，今天的大部分都是用相对多数啊，只要不过半数就会使。哦，我比较侪个，免过半数，我只要我比较侪个，就安尼个。啊，那绝对多数，哦，啊，做一个特别多数，特别多数的，哦，一般爱过半数。甚至在3/2以上，啊，是绝对多数。这一般呐，3/2以上叫通过，这一般都是宪法的修正案去通过，啊，制定宪法时，啊，在3/2以上，这特别多数。那么表决的方式，表决的方式，啊，一般有分这个举手来表决，啊，啊，再来利用起立表决。啊，今麦较新咧。还有记名，还有不记名投票。
他今天就是用电子按钮表决，你就连电脑记到表决系统。他这里是看刚刚，我们都在就刚刚都有电话预约，他这电子按钮有同意票、反对票、这个弃权票来。那么行政机关买了解这个一个参众议员在开会，基本上是以什么原则在开会这个咱这个本来咱以前这个行政机关在讲是参众议员的这个议事规则，哎，等下我看都提出来看。再来，咱来了解日本国会伊简介，我来去做介绍来吼。然后先了解，以前捌听过我日本国会简介，之前第一个捌听过，也就我看来，真少个吼。而且是搁较深入个吼。咱来看日本国会伊个地位吼，伊是国民的代表。这是日本的宪法，或者和平宪法第43条第一项所讲的。前啊，我们的代表，因为中国的参众议员来组成国会，那么在参众议员中是经过选举、经过民意所选出来代表国民来行使立法权，所以是国民的代表机关。其实国家之议员哦，因伫这个选举所选出来，比如讲你伫琉球这个选举所选出来议员，你唔是干呐代表你琉球议员，你若选出来做国会议员，就变国家之议员，你是以间隔大日本国来考虑国家的前途来立这个法，而唔是讲干呐考虑你琉球的需求，是爱以。规个国家所以是国家之议员不是地区的议员啊，来实施渐渐民主以咱选这个议员来代表在国会参众议院来立法啊。再来，伊是国家权力最高的机关，这个台湾是日本的迄个第41条所讲，伊是最高权力机关，然后提供最高权力。因为国民主权，啊，即国民授权互你去立法，啊，来互行政部门依所立的法来依法行政，所以伊是最高权力机关，伊直接会当接受民众国民的授权来立法，来互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那么伊嘛是国家内底唯一的立法机关。无其他机关有权利有资格去另外做一个立法部门，啊，这嘛是讲现在第41条所规定。再来，国会组成哈，伊是参众议院两院制哈。那么参众议院的组成是七百八十个众议员。加242个参议员，两个加起来拢722个，这个这两个议院吼，就是组成参众议院，组成国会吼。那么日本国会议员的地位吼，伊的国会议员的薪要怎处理？无白条咯，干呐参选举。专业啊，你好，一些的就是专业啊，你给咱配合去。那么伊嘛，刚关这个表票制，好，伊种参这个众议院480个内底有300个是直接人民投票投你这个个人，那剩咧180个，伊是用政党比例投政党票，依政党票的高低。会当伊这个党会当摕到贿赂，
再来，讲的议员伊有啥物款的权能，伊有啥物款的权力的吼，诶，伊有提案权，吼，讲的议员伊主要就是要提案，那么要提案，伊爱先提案，啊，提出新的法案，修正的法案来上路。咱头拄仔讲的迄几十个相关的委员会、广场社委员会，互因来审议，啊，提一个提案的。第二个，伊对待一个行政部门有执行权，咱请来各位代行，啊，因来国会来接受质询，啊，这就是建议立法机关，啊，国会咧监督行政部门。再来议题的质疑权，啊，不论你是来个行政部门提出来这个法案、这个议案，那么议员伊对你的内容会当来质疑，提出问题来质疑。再来，议会议案的表决权，啊，那第。这个提案有上提到相关的委员会，比相关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再上来众议院和众议院全院会表决，啊，那以表决权。再来，国会议员有上面特权，哎，你也这样获得年薪。有薪水，薪水哈，啊，包括伊个独立员啊个薪水啊，所以无受逮捕个特权，啊，你若有犯啥物刑事案件，若检调要来抓，爱经过国会议长的同意，啊，你才会当，尤其讲个若咧开个时间，一般国会拢会。申请保护伞或这个意外，不受逮捕的特权。再来，言论免责权，这个大家应该拢知影吼，伊就是为着要互你畅所欲言，你有一寡对行政部门，还是今仔行政部门所送出来这个法案，有啥物，因为有官商勾结，有图利厂商。独立特定的族群，那么也让有言论免责权，伊起来监控，不受威胁啊，不受利益团体啊，还是相关团体的威胁。那么国会有伊活动的程序啊，诶，国会达到国会常会、临时会、特别会，再来国会哪里审议？一就是法定人数，啊，他都来讲的，法定在一般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啊，那么全院的会议有三分之一，啊，过来会议爱公开，啊，所以爱有爱释放广播，爱开放和媒体记者去采访，啊，来表达。那么一般就是两院的协议会就讲，那表达。众议院通过了，爱上去有参议院，啊，参议院若反对，基本就爱参众两院来开协调会，来做重新修订这个法案，修订到两院拢同意，啊，这个法案才过。再来，众议院的解散，啊，你注意日本，刚刚众议院。也再给解散，行政部门来个，好，也再给众议院解散了，好，啊，那么众议院买这样提不信任案，好，啊，那么呢，这个不信任案通过内阁来总辞，好，啊，这个内阁买这样解除解散这个众议院，那么这个呢解散众议院。法律的规定，第六天内按重新办理众议院的选举，而且看劳师动众，
你这个就要用这个电算的详细的名义出来。那么参议院的我规定一定要点赞，参议院爱到我们多呀，就看守，比如说外面的国家发展重要的事件，啊，比如说有人来对咱宣战，啊，是咱的偷袭，那么参议院爱规定发展，我们要不要宣战？啊，这个参议院的紧急会议啊，机会，因为。现在解散掉，按照万有紧急的会议，是参议院来开紧急会议，来决定国家哦，行政部门要哪走，好，包括咱的国安体系以自卫队要哪来保护这个国家。我们来分析总统制跟内阁制的特别区别，啊，这是主要的来源，是台农民主导的国会助理所做来的。那么，总统是代表国家有美国加菲律宾。那么，内阁制是英国、日本加德国。那么，伊个元首三个国家，伊个是经过选举。那么，就这个英国啦、日本这种事情啊，拢不往啊天王啊这种事情啊。那么国会甲会当兼国会议啦，那总统是国会不得兼国会议，啊，伊这个三权分立分较清楚。那么内阁制的国家，伊个国会兼国会议，啊，那这个我对我来讲，府会一家亲的这个观念，啊，现在英国一个行政部门提案出来，经过伊个参众议院提案有86%。这个那个法案高达7%都来通过，就是因为府会一家亲。再来附属的制度，中东解决附属的制度，但是来可以解决。啊，这个附属继续延续，不影响已经通过的法案。好，这是讲参众院通过法案，上去哦延续修订。要给伊附属的兵，该提出讲，阮已经有这个新的法案通过，啊，你爱怎样，你爱签名，表示讲你怎样这个法案，啊，你爱开始遵照这个新的法案通过的话，爱依法来行政。再来，行政修订像什么人？有者，总统的是行政修订向人民来负责，那么来对者是首相，也行政团队。用国会来负责，啊，其实国会嘛是人民做出来，啊，这个间接执行人民的意志，啊，这代议制的了，啊，再来，导核权，总统给无导核权来，来去解套的，啊，那么改善国会，总统给嘛未使改善国会，但是来对着，啊。那么行政跟立法的关系，总统是行政大权属总统，立法权属国会，所以是两权分权制，啊，行政立法不交给行政。那来计的行政权属内阁，立法权属国会，但是内阁的成员有真侪是国会的议员去组成的，啊，所以行政跟立法在讲是合一。五会一家亲，五院一家亲，而且这个票就互咱解了解，因为咱过去拢国民党甲咱打，拢咧打美国的总统，伊无爱甲你打，伊不能即款内阁制，啊，所以咱真侪人对平衡这个内阁搞不太清楚，啊，啊，那这个票对照的咱就该检测，啊，再来。那么咱要安怎变作一个优秀的国会议员的表扬？因为将来无论你现在公务，还是你以后要去参加这个参众议员，将来咱若要选举吼，那么你爱了解讲你安怎来充实自己吼，这个不仅要有专业的学养。
啊，比如讲，就我咧讲，等下后一节课，这个课程内，哦，伊伫这个经济这方面，哦，是伊的专业。啊，那么，你的除了你的专业以外，你还要有涉猎其他各方面的知识啊。你这个领导咩作用来？哦，你若出去演讲。你若发到讲到安尼，像较早陈水扁啊，像伊咧选流氓的状况的时候，哦，迄款安尼，他起一片风，哦，迄款气势，哦，迄款的领导力，这话是较天生的，吼，啊，后天来训练，吼，培养有法度，吼。再来，优秀的国助理的团队，哦，这也真重要。包括比如讲，你若要选人，你嘛爱有个专业的团队。所有一个成功的人物，后壁一定有一挂支撑的系统，那个靠山当，那个分担伊一挂重要的事件，啊，提分析、收集资料安尼，啊，这拢重要。好，再来，议题法案哈。那么国会议员也之前啊都要讲有议决法案啊，那审查预算案，再来戒严案、特赦案、捐赠案啊、过河案、那条约案，这些拢是国会议员也之前啊，党来发展应该叫做议决，行政部门党来预算很难新增啊，看我们。考察部门的这个，对啊，那些戒严啊，平时部门上那个戒严啊，哪一块都会被通过啊，包括那一般有的人讲，像中华民国那总统，伊要求要特赦，这种哪一种啊，上来哦，国会来审议，啊，包括宣战呐，啊，另外。你要向外国向宣战，你无国会通过，吼，无国会拨款，军费拨款，这些无法度通过，吼。包括哦，比如讲像和平条约，你嘛爱国会通过。过来条约，行政部门若去他们签条约，国际条约，吼，嘛只要上登来，哦，国会来。看有要通过，但是国会无资格去甲修改行政部门去跟外国人所签的条约，袂当甲修改，你干来要讲同意或者不同意安尼，哦，袂使甲修改，哦。那么国会助理有真侪种类，我咱来一一讲来做咧，啊，种类。诶，有国会领袖李坤金的助理，诶，李定副李定的助理啊，再来国会伊个秘书处的助理，啊，即个一寡较行政事务的啊，一寡文件整理啊，再来国委员会，好多咧国会去二十个常设委员会啊，内底还有爱有坤金的助理，啊，即。在助理本身就要对迄个相关的委员会，啊，一寡法规，啊，一寡议事规则拢来较了解。你再来是议员个人所请的助理，那么这个助理有啥物款的功能？一般是行政助理，处理一寡行政安排，或者一寡行程啦，吼。安排一寡会议，即种即个行政助理咧处理吼。啊，再来法案助理，即个法案助理就爱较专业，吼。比如你若是你参加即个环境委员会，或者即个环保法规，吼，即种爱做了解，啊，你才会当伫即个环境委员会内底来帮忙你即个头家即个议员。与环境委员会变成来新啦，一般上去环境委员会案件
经过这个法案助理建议的啊，但是我重点了了，再来给这个议员公布，无影响我该提出的重点是倒位，因为议员本身有时啊可能参加三四个其他委员会，伊无可能答案代志，有点放开下去，所以需要这个法案助理来先把这个法案先建立过，啊，来重点了了，啊，再来公布这个。再来秘书啊，这个有的这个秘书，对，他包括譬如讲，拢对县公会，啊，包括安排行程，啊，啊，人民众啊有啥物请愿，啊，伊嘛爱来接这个来，来接待，啊，来讨论我这个疑问了解，这个秘书。真济，日本来讲，可能日本人这个秘书本身就是等于这个议员上信任，啊上注重，啊差不多整个助理群内底上优秀，伊才会捡来一边啊，因为伊的默契很卡准，所以会当当讲起，伊就要举一反三。啊、秘书连能力两强，这个议员连做来靠效率化，跟秘书都有。那么现在左立群，你看多少聘用，啊，就有规定啊，得有法律上的规范啊，比如基于艺人、艺人个人的契约关系啊，你也要他们发票。再来，你通过国家啊，去通过一些公务平台，第三。规定不得聘用亲人，除非讲伊无要提薪水，但是这就漏洞，真济，目前中央五天底下，即个条啊，伊把这个议员组选，把议员杀去选掉，伊会来讨论的。那么伊要求。我无要跟你争取，但是你给我挂一个名，某某立法委员助理，这个名片，你来做好无？那么伊就摕这个立法某某立法委员助理，这个名片就四界伫外口招摇撞骗，因为伊用这个立法委员呢。独立的这个头衔，你再去压制这个较低阶的公务员，伊标一寡小工变创啥，也是算你讲狐假虎威吼，所以这个有漏洞吼，甚至有诶是讲，什么变动独立，比如按照我那话一个，有法管独立的这个名片对吧？啊、我来给你做工，啊，你就有病到我家就好。啊，迄款的就是拢干呐，想办法要用去店里面，要去外口赚钱。那么各位，你看，我技术概念啊，这就是你要另外定的，你要先了解这个法案啊，你要咱提这个法案。你要先对民众国民的需要了解了，你才这样提出一个法案啊。了解了，再去分析这个法案要怎写，要怎聊重点，再来，啊，要设计重点是伫倒位？第一就是拟定啊，整个法案你要分几个章节。大诶，迄个题目讲出来，第一章是咧写啥物内容，啊，第二章啥物内容，咧拟定迄个次序，啊，还有，还有几个校对审查，你整个章节拢出来了，你要查看顺序有顺无，啊，有错别字无，啊，用词不当所在，啊，对，这个。
消沉了，尤其这个较油的迄部分，真侪拢会忽略，啊，迄个所在特别拢较出状况。伊拍字啊，伊咧拍作紧，但是有时啊，咱即摆电脑吼，如果你若有注意呢，同音字会造，作别拢会造错，啊，而且爱点线面拢去整个看完，啊，啊，一定上去这个讲话，上去有领导讲你提这个提这个案，啊，这个领导伊会看你这个案，看你的标题。你这个标题足重要，因为台湾一定拢看标题来看伊个，啊，你这适合我上去交通委员会，啊，是要上去经费委员会，你这个主标题足重要，吼、哦。所以你咧设计个拟定，这个来考虑好好，啊，包括你拟定内底嘛爱去另外写一篇，你要去委员会报告的时。重点爱写予这个议员知影，议员他会当依照你所拟定的重点来提委员会报告予其他的委员了解，因为大家委员拢真无用，你一定爱把重点列出，安尼效率才会好。好，那么提案吼，一般由行政机关提案。因为行政部门就是各位，恁是第一线，恁直接接触的民众，知影民众的需求，所以恁较知影讲要安怎提案，一定来造福咱台湾百姓啊。所以一般是拢由行政机关来提案，啊，就我头先讲的，李彦公，因为统计百分之八十六。是由行政部门来提案，吼，啊，一百个六百这边提案，97%拢会通过。就是讲，行政部门从了解近六年的百姓需要，吼，啊，嘛有一部分是议员提案，因为议员本身就是咧提案，啊，你家己不提案，啊，你当什么议员？你这个国会议员，立法就是你的主要的职务啊。那么议员的提案一般，因为个人的小团队，无法度是好多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每一个权限大，伊的实际掌权的能力较有啊，所以伊发挥这上靠权威性。所以的法案通过比较快，另外两议员，拢一般嘛是专注于上了解家己的专注，所以伊所提案拢较低风险，所以被全院会议通过表决通过较少，所以伊通过率在38%啊。但是议员提案有一个优点。议员所提的案件会优先被表决、被审议、被表决。啊，这因为国会议员就是专门咧立法、咧表决的，啊，当然阮家己的议员所提来，优先行政机关所提案来表决，啊，来审议。那么一般这个上级有一定。那么局长也交予相关的委员会，啊，比如交通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卫生福利委员会这种，会去审议。那么审议通过了哦，他就上来哦大会，啊，全院的会议，啊，所以一般的议案，差不多伫委员会审议就比较不生气啊，一规一规，直接就。那直接就废案，无通过废案，好，啊，若通过，那就上来全院的会议，过来全院会议来这个大会来决，好，表决通过，那就上去吼，那众委，那就上去参议院，那么反正呢，
众院通过，当地有参议院，那么参议院两国通过，还有配合政府，那比日本的国会进行了这众议院优先制，配合政府众议院是众议院以来经过全院会议，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都在通过，啊，这个绝对都是啊。啊那么这个通过了这个法案的正式通过，我们都关参众议参院一点啊，这个是众议院优先制啊，再来讲的附属他都要讲，你的行政修订修缮和附属无影响到这个法案已经成立，已经通过了。叫你来附属是，叫你签个公文，这个法案新通过的法案，你要依这个新法案来依法行政。所以附属是敢让你知影的，啊，你若附属你无依法行政，你就无袂使讲啊，我唔知有这件代志，啊，你有通签名附属啊，你就袂当提案，吼，对。公布，还公告给全国百姓。知道，已经有这个新的法案通过啊。那么，再来咱就进入讲，再来讲内阁和行政啊。那总统是公，总统和总统府，而且那内阁是由内阁与行政府啊。啊，以后反正大家拢是分在中央的国内，还是周围。啊，那来聊呢，行政的意义啊。那么行政上的意义，就是相对的定义。啊，一般来讲，台湾总统是三权分立啊。那立法权啊，国会的权力，包括司法部门的权力，以外，剩的拢剩下行政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靠表立法部门各位宽大，啊，宽裕，啊，以司法部门宽裕，除了有龙生行政权，都管。啊，第二，那以范围来定义，就是讲，第一，行政部门依法行政，依什么法？依国会所通过的法来行政，啊，这个依法行政，啊，这一部分国会所通过，拢伊咧管，拢伊咧这样实行，啊，再来，因为时代咧进步，哦，增加足侪行政部门来做，哦，包括比如公共建设，啊，连交通啊，啊，水电啊，家属。就是公布嘛，啊，还有一挂规制，立法部门无法度甲你调教法条拢立法作用，所以行政部门伊嘛会将你定一挂，啊，比如讲啥物交通法规，哦，啊，是这个一挂这个认证，啊，比如 CAS 认证，啊，啊是这个。啊，他都要公园交通法规啦，还是建筑法规啊，这块，这种小，一般边界拢能建国啊，有哪些行政法规哈？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讲，起码你台北这边，经过府院合议了，实质上府院的。重要内阁制委员会主要也行政效率也较好，好，因府院一家亲，好，啊，被通过法案拢足紧，所以效率也较好。啊，恁嘛表操作时间，特别时间到，啊，咱先这边暂停，啊，直接咱下个继续，大家好，谢谢。